OK， 现在就讲一下一些背景的故事了。就听说你上哪法拉第49款嘛，是上这一座山这一条路都是热车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热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 radiator 或者是水亏了，这样薄不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要想 test 下，因为之前是热车嘛，大概最后第二个 steep 很 steep hill 的时候就开始热车，刚好就到 rabbit land 那边，我就换了，那时候已经换了 turbo， 不想换了 turbo， 是 service 小 turbo， 花了一些钱了，过就回到去城市，回到去 Inanama KK， 就换了 radiator， 换了那个水亏，换上后 ，OK。今天来到这个 Kimanis 山，是全马来西亚最斜坡的一个山呢、啊。我们叫 Cooker Range 的这座山，所以等下上再试下看这个Nissan Navara D40，应该是5年车了，会不会还是热车？我们拭目以待。Let's go。这边就是一辆车的地方，
没有伤到红色，至少。下次又上回去了。